今天我们来到了广州第一镇新塘镇，你眼前看到的是万众瞩目的广山高铁起始站新塘站，它位于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，站场规模为七台十七线，以普铁、城际为主，高铁为辅。南侧与穗莞申城际铁路的新塘南站毗邻，换乘只需五分钟。未来新塘站还将连通广州东站、广州站，衔接贵广、南广、广珠、申茂铁路及京广通道，沟通珠三角核心地区，并辐射粤西南地区。广汕高铁是广东省首次主导建设的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，路线总长 206.2 公里，途经广州、惠州、深汕合作区、汕尾，全线设八个站，新建广州新塘至汕尾客运专线新塘站、增城南站、罗浮山站、博罗站、惠城南站、惠东南站和深汕站共计七座车站。今年9月30日，广汕高铁就要开通了，你期待吗？